他们的编排还很新颖啊。啊，其实三位小伙的舞蹈都不错啊。没错，很像是我们专业训练。关键是他这个自行车是静止哦，这是考验平衡哦。这机械舞还挺棒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自行车很像他们的一匹骏马啊，有很好的默契。掌声送给王牌极限车队，谢谢。